Hello，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刘宗敬历史讲解的第七集。在上一集，我讲到了启蒙运动和失乐园这个话题。我看到有朋友给我回复说：“请不要对启蒙运动下这么绝对的定义。”是的，你说的很对，毕竟启蒙运动它是历史的一个光明时代，取代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历史总是进步的嘛，这个我是承认的。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东西，我们在东亚国家和在西方国家都能看得到，或者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能看到同样的东西？有这样的东西吗？我想，如果有的话，大概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样的口号，就像迈克尔·杰克逊唱的《天下一家》。 这样的人类大同的美好世界，在人类的文明的初创时期，这种大同的理想大多数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历史不是变得很简单了吗？事实上，历史是很复杂的。在前面我讲到历史的丰饶的时候，我说过，丰饶的历史，原始的丰饶社会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我们都不能把一个事物拿来做一个很绝对的进步或者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记得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也是个文青，我很爱读一些似懂非懂的文学名句，比如我记得狄更斯的这首诗，我特别喜欢。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应有尽有，人们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首诗当时让我很着迷，我就是觉得它很美，有一种我说不清是什么的含义。 当然，这种含义我一直没有找到，直到三十年之后，我才明白这首诗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它是跟人的切身的感受和经历有关的。记得有一次，刘老师在做讲座的时候，有一个提问者问道：“您对这个普世主义是怎么看的？” 刘老师，他的回答非常的精彩。刘老师说：“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说，从路径积分的算法来看，普世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普世主义产生的时间非常的早，至少在古希腊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他曾经很多次的接近于成功，但是每一次当他接近成功的时候，就会转为失败。” 就像人类在建造一一座巴别塔一样。那么，我们知道，基督教曾经认为，如果他们把异教的城邦全都消除掉，在基督教的兄弟友爱之下，天下将会变得特别的美好，特别的符合上帝的旨意。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种美好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你越接近于这样一种大同理想社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消除了一种跟其他意志体的矛盾之后，你的内部就会产生新的矛盾。我们都知道，犹太教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了基督教，基督教又发展到一定时期又产生了伊斯兰教，在天主教内部产生了新教。 然后，新教改革之后呢，又有无数的教派，他们之间都会有很多的矛盾和纠纷。也就是说，刘老师认为，我们对这样一种大同美好的世界，应该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和怀疑，因为这种理想当中，它可能包含有一种巨大的危险。 因为我们在讲原始丰饶，就是这个生命圈的时候，你会发现核心圈和边缘圈都会变得单调和简单。一旦一个社会和共同体变得贫乏、单调，它就会蕴藏巨大的危险。所以，人类，我认为人类一定会犯罪。罪不是说道德的审判，而是人类的属性。伊甸园里非常的美好，但是会很单调。 人类是自从失乐园之后，人类的社会变得异常的复杂和异常的具有丰富性。文明的生动和发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其中有一部分代价跟痛苦有不解之缘。一个完全幸福和平的系统本身不是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系统，也不是能够不断产生新秩序、有利于自由文明的系统。 如果你问我，我从刘老师的历史当中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这样来回答：最辉煌的时刻总是消失得最快。没有什么比永远和平、永远繁荣、幸福更违反达尔文的体系的演化本质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共同体，有的他们幸存下来，但是有的就消失和灭亡了。 那么幸存者，他们是通过了前一个时期的神的裁判，然后在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决斗结束之后，很侥幸地生存了下来。作为一个幸存者，他们总是会认为这一轮斗争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历史将会随着先辈的胜利而告终结，为子孙后代奠定永久的和平与安宁。 可是迄今为止，凡是这样的愿望，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落空了，全部都失败了。比如，当美国要对 WTO 当中最大的流氓开打的时候，有人就嘲笑美国的温和派，与其徒劳的寻找所谓不存在的共识，不如痛揍大混蛋。也就是说，当共同的价值观。 和稳定的联盟体系不可能存在的时候，摘果子的人总是比种树的人要得到更多的利益。他们总是占便宜的，他们总是笑到最后的人。就是刘老师说：“只有聪明人才懂得只摘果子不种树，只有傻瓜才会去种树，最后变成了失败的人。”那么，我们都听到过很多人骂美国太天真，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在三十多年中美的关系发展当中，看到这样的戏剧不断的上演，简直让我们失去了信心。这是为什么？好，前面我们通过德国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在帝国时代和欧洲的封建时期，中世纪的各个君侯、邦国，还有各种各样的社团、自由式法团的交涉网络，非常的复杂。 复杂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导致了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到了不能够承受的地步。有的时候，为了谈判一个纠纷所花费的各种成本和费用，还不如直接打一仗来得省事一些。所以，这就需要社会产生出一种新的共同体和国家的组织，这个就是绝对君主国，后来变成小民族国家。 那么，这种新的国家的组织形式，它之所以出现，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它承担了一个把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组织加以简化，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我们把这个也可以叫做进步吧。但是，这种进步是有代价的，也就是说，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东方。 和西方国家对比，一个是强组织的社会，一个是弱组织的社会。只有强组织的社会，它才是秩序的输出者，才是核心圈的这样一个世界格局的一个制造者。这种绝对君主国和民族国家的出现，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原始丰饶的一种退化。本来在普世帝国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办法对付境内这么多层次的复杂的权力结构，但是地方的君主他的权力反而更要大一些，于是就产生了强大的君主的一个挑战。这样一来呢，就不自觉地建立了地方性的国家，国王和本地众多的君侯、公爵、伯爵等等都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可是现在。 国王，他们首先要确定，他跟他领地内的贵族、领主和臣民是不一样的。我比你们要特殊一些。他认为我自己就像古罗马皇帝一样，是有绝对排他性的这样一个王权。于是，十七世纪的作者就开始产生出另一种新的君主型的理想。我们都知道，英国有一个大宪章，是被我们代代传颂。 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事件。说到大宪章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羡慕之情，觉得哎呀，英国的国王真的是比我们要觉悟高得多，他们居然可以跟贵族签这样的东西。那么，是不是国王的觉悟高呢？其实不是，它完全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特点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王他签订大宪章是被迫的。 当时的至高权力不是掌握在国王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教皇的手里。而教皇和他的代表，在国王与贵族斗争的关键时期，他并没有站在国王的一边，而是站在贵族的一边。所以，约翰王没有办法，他对抗不了贵族。 和教皇联合起来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因为他自己的王权也不是那么强大，所以就签了这个大宪章。如果约翰王他的权力再大一点，那么他就不会签这个大宪章，没有必要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英格兰王国的都铎王朝时期，他的帝国理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帝国，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说英国的国王他在玩文字游戏，都铎王朝的国王，他从国王变成皇帝，经过了这三个步骤。第一步就是使自己形成一种确实存在的强大力量，然后把教皇的普世权力夺为己有。第二步就是把这种权利加以地方化，在他的境内，他要行使这种至高的权力。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前面我们说的纷繁复杂的关系有了一个边界的清晰的划分。第三步，他就在他自己统治的范围内，在他自己的王国里行使最高的权力，相当于教皇或者是皇帝的这样的权力。这样一来，大英帝国就形成了。 他使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丧失了他的普世性质，只保留了至高权力的含义，不再服从基督教世界最高领袖的教皇或者皇帝。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纠纷，他不宣称这种权力具有跨国性，也就是说，他只在他自己的国家里行使这种皇帝一样的至高权力。绝对君主国国家的边界。 开始清晰，不像以前那样是模模糊糊的、纵横交错的，来回来去都扯不清的关系。那么现在的关关系是清晰的，并且具有排他性。这就是英国王权的形成。前面我们通过德国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德国统一的道路异常的艰辛，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德国几百年的历史以残酷的战争和血腥的灭绝相伴随。 因为德国的几种方式，它纠缠在一起，不分高下。德国它没有办法，比如说在洛林建立一个全体德国人构成的共同体，这是不可能的。你也不能在波兰建立一个德国人的共同体。这个含义就是说。 你要在这里建一个共同体，你就要把俄国人、乌克兰人全部赶出去。也就是说，任何地方的居民本来都是各民族长期混合居住的，长期相处也非常融洽的。像封建领主时代那样的纵横交错的封建关系，大家一直就是这样相处的。 而现在你要建国了，就意味着要对所有的非德国的群族进行一次种族灭绝式的战争。德国是这样，法国也是这样，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德国这个国家，它在长达几百年立国的过程当中，伴随着无休止的战争，从三十年战争。 到俾斯麦战争，到普法战争，到拿破仑战争，再从一战到二战，德国无法停止战争。最后呢，在二战结束以后，像我们所看到的，德国因为战争不但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领土，反而呢，我们看到德国的领土反而缩小了。德国终于醒悟过来。 他只能选择小邦国、民族国家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命运，不可违抗。德国这个时候就痛苦地宣布：二战以后，现在所有德国的领土已经全部都在德国境内了。这个就意味着德国要永远放弃德国以外任何对欧洲的领土的野心。我并不认为德国天生就是喜欢打仗。 而是德国的历史命运是由欧洲体系的魔咒事先就设定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上帝之手吧？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在东欧建立一个比较纯粹的民族共同体，不经过一场长期的大屠杀是办不到的。 像我们所看到的巴尔干国家这样整整齐齐的边界和单纯的民族化，都是长期的流血的结果。所以，我们以前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教科书说，教科书上说巴尔干是欧洲的火药桶，实际上就是指的它长期的这种流血冲突。而且，富有讽刺意义的就是，最仁慈的统治者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最残忍的统治者，比如希特勒和斯大林，他们的贡献就是人为的、强行的划定边界，把波兰人赶到西面，把乌克兰人赶到东面，用这种方法制造了一个纯粹的波兰国家和一个纯粹的乌克兰国家。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确实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哪怕它有中古时期留下来的封建自由的遗产。 是不是就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民族国家呢？我们往往以为欧洲国家是很文明、很和平的，从来不用武力专制的方式对待国民。我们现在到欧洲去，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文明，他们的先进，任何的政治的分歧都可以用政治谈判和议会的方式来解决。 如果你走在大街上，你也可以看到欧洲人，他们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他们吵也好、打也好，都不会动摇制度的根基。而为什么我们的专制统治就这样残暴？你只需要一丝一毫的民主的生长，就足以招致这个制度的灭顶之灾。 我们现在在网络媒体上，我想大家都看得到，在华人圈里面，我时不时的总能看到一些人类似这样的说法，比如说“非暴力不合作”、“改良与温和政治转变”的这种主张。我可以说，这些想法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你们愚蠢的指望可以占到免费的便宜。 可以在世界民主大潮的这种世界的环境之下占到一点民主的便宜，可以免费的坐上西方民主的便车，以为现在的世界都是民主国家为主流了，文明国家都用文明的政治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任何政治和纠纷、国际纠纷的问题。既然现在大家都可以用对话和。 平等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的纠纷和国际政治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流血的方式啦，来实现我们的民主的理想。我只能说这是白日做梦。我们要知道，西方现在文明了，他们不需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政治与民族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早期的时候是该流的血已经流完了，该牺牲的生命已经付出了，而。 在一个东亚的国家还没有建构成功的情况下，你以为你可以大捷可逃了吗？可以躲过此一劫了吗？法国大革命流了多少血？德国统一流了多少血？苏维埃党又流过多少血？辛亥革命成功的武昌起义又流了多少血？这还不是明明白白的答案吗？ 现在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十分艰难的问题。我们来看这张图片，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的时间图。我把它画成这个样子。从这个图上，我们发现有三个问题。第一，从这个图中，你能不能看出来文明积分与战争的残酷程度是成正比的吗？有人能告诉我吗？ 哪一个时段更加残酷一些？哪一个时段是文明程度更高一些？这二者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世界体系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再回到这个图上来看，近代从封建到帝国，再到绝对的君主国，再到现代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不断的。 要求国家的边界界限要清楚的划分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血腥和种族屠杀与灭绝性的战争，这个是必不可免的，这是今天和平的世界所付出的代价。 我们看到，从封建的早期到近代的一个演变，就是逐步的划清了邦国的界限。原先那些不明确的、有一定暧昧性质的多重的契约关系，逐步的被划成两个范围。在这个边界以内，也就是说，你划完范围，这是我的国家，在我的国内，我可以制定我自己的宪法。 和宪制的体制，比如说大《大宪章》这样的限制，《大宪章》就是指的英国国王和他国内的贵族之间的契约，因此我们认为它是英格兰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英格兰国王和法国国王的关系，虽然过去也有藩属关系和封建的这种隶属的关系，但是现在他们之间变成了英法两国的外交关系，或者是。 他们是欧洲的国际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不断的划定和整合的过程，就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这仍然是一个多国体系为主的欧洲体系。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随着近代欧洲权力的扩张，逐步的冲击和替代了全世界其他各地的体系，最后终于演变成为整体性的世界体系。然后呢，就发动了以大英帝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然后呢，又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到目前，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世界的体系当中。 所以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英国所有的现代化搞的都是最好的，因为英格兰的道路它就是现代化的蓝本。我们所说的现代化这个含义和定义就是根据英国的历史路径来确认的。所以呢，它是原始的标本。当然，它的现代化是我们看到最好的现代化。好，现在我们来看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中表示的。 一战这个时间的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文明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世界体系的动力中心它是在欧洲，世界体系的演化源也在欧洲，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视野，然后才能看清历史的路径。 一战是一个转折，它截断了漫长的十九世纪和短暂的二十世纪。这个划分我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漫长的十九世纪？就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时期。也有人把它称为英国主导的世界。英国主导的世界就叫做自由主义世纪，也叫做资本主义世纪，也叫做殖民主义的世纪。 其实这几个称呼有内在的联系。拿破仑战争等于是欧洲各国内部之间模式演变的最后一次对决，就是英美的保守主义传统与法德的欧陆革命模式分道扬镳。老的欧洲在二战以后衰落，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立宪制度和保守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本身就代表着拒绝这一种模式的一个企图，它是对传统欧洲秩序体系的一次重要的挑战。在拿破仑最后失败以后，法国自己也渐渐地走上了英国的资本主义模式，等于挑战者不复存在了。 英国模式变成了世界上唯一主要的选择。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在整个19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候，都在模仿英国的宪政和资本主义制度。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逐渐变成了一个唯一合理的模式，同时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过程，我们通常把它叫做殖民主义。 我们还是回到原始丰饶的这个概念上面。欧洲秩序的特征决定了它是一个秩序的供应者，因为它是一个强组织的结构。这个前面我们说过。那么会不会有一天它的强组织的结构削弱了，变成了弱组织的时候，这个秩序的框架就要崩塌，大洪水的可怕灭亡就要来临了呢？我不能给你答案。 我也不知道刘老师给出的答案是什么。不过刘老师给出了我们明确的怎样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提示：强组织的核心的秘密是什么？我们要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有两个要点。任何一个强组织，它就是尽可能的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我的管理。这种体系，你与其称为民主，不如称为自治来的更加合适。 因为民主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很容易就形成了你被民主、你被代表这样的民主，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共同体的多数成员决定的制度。 这个是我们熟悉的民主，但是实际上主流意识形态所说的普世价值，不是指的这样的民主，它指的是一种尽可能的在本身很复杂的各种组织结构当中，保持个人权利和小团体自治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只要大体上符合这样的制度安排。 多多少少，无论你支持它还是反对它，都乐意把它称为是一种普世价值。自治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自治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所在的这个体系不仅能够实现自我管理，而且还能够把自己的组织模式向没有充分实现自我管理的其他的社会进行输出。 而其他社会内部也会产生出希望模仿和接受这种秩序输出的一种愿望，这就是涉及到原始丰饶的普世价值，它真正的结构性和组织性的因素，这个组织因素才是真正重要的。可是。 美好的十九世纪像一个美丽的少女，像我们在很多的电影当中看到的场景。美丽的少女突然被野兽践踏，被野兽撕碎了，因为法国大革命发生了。我在想，为什么法国制造的自由女神她会在美国屹立呢？那么你会问我，你到底反不反对法国大革命与启蒙运动？我可以这样来回答你：我们从这个图上看。 由于欧洲的组织资源足够的丰富，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的组织强度有拉低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以后，经过一百年的动荡，法国很快的又回到了欧洲英美资本主义的正路上来。可是对于东亚国家这样本身是很弱组织的国家，可就惨了，你回不去了，因为你没有根，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可怜天下大路朝天，中华民国肯定是通不过神的裁决。这个话题我们另辟一集，另外再讲。好，现在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我们所表示的，从一战，或者是从拿破仑战争到一战，最中间整个世界格局它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结构，它是向上延伸的。什么叫做向上延伸呢？就是精英与统治者结合，那么跟下层的结合其实没有那么的紧密。这个就叫做田园牧歌式的欧洲的中世纪，它更接近于原始丰饶。那么到了法国大革命和一战的时候呢，民族国家的结构就开始向下延伸。什么是向下延伸呢？就是所谓的大众民主。 精英和草根老百姓相结合，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要展开来稍微再说一下，在封建帝国的时代，在封建帝国的时代，横向建立普世帝国统治的代价，就是纵向的国民共同体会瓦解，跨国的精英阶级和。 本地的草根阶级的天然联系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这是罗马帝国的显著特点，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东方的天下国家，比如明清帝国这些帝国的共同的显著特点。而民族国家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这样说，它走了一条纵向整合的一个道路。法兰西的精英阶级，或者是英格兰的。 精英阶级不再到罗马去，精英不是在跟统治者这样横向的整合，而是向下向草根进行纵向的整合。什么意思呢？就是利用语言文化和共同的历史记忆，把精英和草根组合起来。国民共同体所建立的民族国家的这种想象，或者叫做假想，本身就是建立在同志想象的基础之上。 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人人平等是什么呢？即使是你不是完全平等的同志，政治理论必须假定你们是完全平等的同志，是这个同志啊，共同体才得以建构。国民共同体的建立，它必然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就是本土的地方性的草根阶级扩大了他的参政权。 第二就是精英阶级原有的国际性联系遭到削弱和斩断。下面我们看一下这种转变它是怎么发生的。